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！嗯，有人要来慰问咱们了。慰问我们？对呀、啊，我在网上看到啊，有人要慰问疗养院，我就替大家报名了。啊！而且慰问团说，不光会给大家带来温暖，还会带很多慰问品来看望大家。哎呀，温暖就不用了，咱这个疗养院供暖挺好。那啥，你慰问品啥时候送的呀？你谁是小王啊？我是，你是来慰问我们的吧？是是是，请进，快，来，东西放下吧。啊。那个来，表示欢迎，欢迎！谢谢！那行，那个你赶紧把人叫出来吧，因为我今天下午有五个地方要慰问，很忙啊。人都在的，不是老人呢？你这一个老人也没有啊？你搞错了，这不是敬老院，这是疗养院，就是都在疗养院。对，啊，哦，那个，挺年轻啊。那个，可惜了。你要坚强。哦吼哦吼！挺幽默。那个是这样的啊，我希望啊，大家以后呢都能有对生活有信心，是吧？社会上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好人呢，都在关心着大家，是吧？啊，大家不要因为啊残疾了就对生活自暴自弃了。什么玩意儿？那个单位的。怎么的，拎点东西，一会儿还给俺干残呢？我搞错了啊！你们俩好，他那什么是吧？怎么样，出去练练吗？啊？不是啊，搞错了，不是小王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这是慰问你，这没有老人，也没有残疾人，你说你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？我今天下午还有好几个地方要慰问呢。先生，你把东西给我吧，东西我拿走了，我下午还要完成任务呢。喂，什么玩意儿啊？送完了还往回要的？你这是玩赖呀？你这是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你这慰问品呢，就别拿了，到哪儿慰问？